你爬得比我快耶、啊、我刚刚爬超久的。 How do you feel? Why are you making me do this? It's great. It's awesome. Yeah.第一趟的特派员任务在十二月中来到安比，担心没雪果然是多余的。调整好装备，适应雪场的雪质跟温度，在绿线暖身一下后，就开始全长 5.5 公里的超长绿线挑战。雪道旁的风景一变再变，一点都不无聊。也因为很宽，积雪也多，更不怕摔倒或被撞，非常适合来练习转弯技巧。暖身够了，就可以坐上双人缆车到山腰的雪道，享受几乎没人的独自滑行节奏。竟然一下就四点了，还好有开放一条初级雪道夜滑。虽然气氛蛮好的，但越晚越冷，还是回饭店好好休息，明日再战。坐上唯一的港多拉缆车，再走了一小段山路，来到前身山顶。这里视野辽阔，美景好多，但风也很大，要特别注意保暖。一走出缆车站，就又是一阵强风，也多亏大风把雪都吹干，让黑线积满了松雪。虽然第一次挑战黑线不停摔，和伙伴距离越拉越远，但这样的雪质跟雪量也降低了恐惧，让我可以勇敢地冲下去。安比高原，期待再见。